们家做鱼也已经做了五六十年了，以前都听着长辈还是我爸说做要做尾鱼啊，可是现在的鱼货量就很少，我们就会觉得说生态是有破坏啊。我特地外口出来了。哦，遐。电子渔网上在捕捞的时候，看到母鲨鳃还在动，因为太大只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分解嘛。轻轻踩肚子就划出一只活的小幼鲨，然后赶快把它放海水里面，清水试水回来帮忙协助。毕竟这方面的资料，全世界是完全没有的。我们大概都有成鲨的资料，我们从来没有幼鲨的生态的一些讯息。因为这个标的话，它是有传输功能的，这就是这个标珍贵的地方。哦，这两只。看到小幼鲨这样游向大海，心里面觉得很感动，也很喜悦。所以很小只的鱼，我们会给它放出去，就觉得好像是生不息的感觉。